蝎子吃什么？蝎子是动物界节肢动物门蛛形纲蝎目种类的统称。陆地上最早的蝎子约出现于4亿3000万年前的西流利亚纪。蝎子外形好似琵琶，体长约50到60毫米，身体分节明显，体黄褐色，腹面及腹肢颜色较淡，后腹部第五节的颜色较深。蝎子为肉食性动物，取食无脊椎动物如蜘蛛、蟋蟀、小蜈蚣、多种昆虫的幼虫，及个别种类会少量摄取植物性饲料。蝎子属于群居动物，昼伏夜出，喜潮怕干，喜暗惧怕强光刺激，多生活于有泥土的山坡，不干不湿、植被稀疏的草和灌木丛中，还有些生活在热带雨林与沙漠。蝎子在我国分布最广，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安徽等省均有分布。